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你是陈子小姐。我叫史村，是哈尔滨特务机关长，在执行公务。闯进来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是私人住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家？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？你到底在找什么呢？你！行动的抓捕孙博文，如果你见到他，甚至胆敢隐藏他，我不管你是谁的妹妹，我可以让你随时消失。有问题可以找我，石存军。你跑到我妹妹的卧室来，想干什么？你妹妹的住宅位于使馆区，是我搜查的范围以内。长仓司令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，绝不允许出现一个死角。我进来看看有什么不妥吗？不要为自己找借口。如果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，绝不客气。我不管你客气不客气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完成零号行动，抓捕孙博文。告辞了。哥哥，和宋华江联系上了，他说他要见你。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能见我？我估计会很快。从我接手情报站以来，连续两个秘密联络点遭到了破坏，而明天又在索菲亚教堂广场有所行动。我是想当面向宋华江汇报一些想法。宋华江已经向哈东游击队下了命令了，要求他们分散进入市区，到时候配合你索菲亚教堂广场上的行动。那对于孙博文呢？宋华江有什么说法？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，一定要慎重对待，不能随便再去组织作事。原话。这么晚了，孙先生还不回来？哎，不会是出啥事儿吧？不知道啊。老妹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请假了。孙先生呢？我问你们话呢，孙先生呢？还没回来呢。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们也不去找一找？现在小鬼子满大街都在搜捕他呢，搞不好会出事儿的。你怎么就知道在搜捕他呢？今天在医院，
有个叫史村的日本人来看那个姓高的，我听闻提到孙先生的名字了，全城大搜捕，抓的就是孙先生。那姓高的没被我打死？你打的？你的枪法也太差了吧，人家就受了点轻伤。你还听到什么了？我累死了，你让我歇一下。你就别喘气了，你赶紧说吧你。我今天……哎呀，你可把我急死了你！高科长，据黄才说，开枪的是一个叫文虎的人，就是劫持这笔巨款兄弟俩当中的哥哥。文虎。你就听到这几句话？这几句话，这几句话就够要命的了。哎，哥，黄才是谁呀？那就不是个玩意儿，那是个畜生。那就整死他吧。嗯，老妹儿，你听好了啊，整不整死他是我们两个的事儿，你以后少给我瞎掺和你。呸！你去哪儿去？找孙先生去。找什么孙先生？我告诉你，找孙先生也是我们俩的事儿，你以后少逞这个能耐。你有能耐，你去找啊！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了，你们今天要找不回来孙先生，我就跟你们没完！还瞪什么眼儿啊？赶紧找去！走啊！老朴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刚调过来，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。现在，两个联络点又都遭到了破坏。在没有查清原因之前，老朴，我得依靠组织和依靠你们啊。组织上介绍说你很有经验，不过我想说，林雅茹是孙博文唯一联系咱们的关系。松花江也曾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么办虽然有危险，但不失是一个办法。我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想过，但是史村这个家伙正在四处查找林雅茹的下落，万一出问题怎么办？那后果呢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我的意思是得有措施。林雅茹是孙博文唯一联系咱们要找的人，咱们让林雅茹再返回医院，然后咱们暗中保护她，怎么样？哥哥是不放心我才来看我的吧？你说呢？你是来监视我的。我是不放心你，不放心你这个不懂事的妹妹。既然哥哥不放心我，就请您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为我开一张特别通行证。你要特别通行证干什么？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到处都是哨卡，有几个宪兵要搜我的身，我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哥哥，还有告诉他们你的名字，他们说是第二宪兵队的人，还说你管不着他们。然后呢？他们不仅搜了我的身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他们还想非礼我。告诉我，是哪个哨卡？是果戈里大街靠近丘陵株式会社的那个。明天中午到我的办公室，我给你特别通行证。但是我希望你拿到通行证之后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哥哥，您走好。你讨厌我管你，我知道，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也应该知道。春子，如果你背叛了我，背叛了大和民族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想让我管你，我都无能为力了。
这次大搜捕铺天盖地，小鬼子进驻哈尔滨都没有如此大动干戈过。而今天，为了一个宋博文，竟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这已经非同寻常，而且太不正常了。这里边有太多令人费解的地方，所以说老表，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为好。 哎，还真有漏网的啊！我就看看煤管板的地方有没有臭鱼烂虾。你在惦记这小家的算卦祖传秘诀吗？哎，你算说对了。又他妈没问你，你说什么话？你下午还在为他狮子大开口讨价还价呢，怎么竟然到现在上这来请客来了？请什么客？ 整反了吧！你糊弄三岁小孩呢？长官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事情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位先生，他跟我说，他还能再帮我算一卦，找到那个骗我钱的女人。你看，你们走了以后，他就把我拉到这儿，让我请客，我这也是找人心切啊！哼，你找人心切。 给你送床被子，天气凉了。谢谢。让你接受我，就那么难吗？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我从你的眼睛里已经能看见了。 我会等，晚安。对吧？ 六啊，这俩人是偷鸡的还是摸狗的？哼，偷鸡的摸狗的，我都愿意抓。我闲的。对，对，你闲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两个可是反满抗日的嫌疑犯，你给我看好了啊！哎，贺六，郎厅长说你在道里警察署干是屈了你的大才了。
郎厅长真是慧眼识珠啊！妈了个巴子的，没几天你就干上侦缉队了？啥叫本事？这叫本事！你可拉倒吧你！你这玩意儿没少送吧？啊？你要是有这个，你也能小才大用。你这对不对？妈的，你们俩干啥呢？啊？埋汰人呢？老子是靠送钱干上侦缉队的吗？啊？脾气见长，行业侦缉队。哎，我跟告诉你啊，铁门栓啊，这俩人给我看好了啊，可别让他们串供啊。这不可能还串供，老子抓人不行，可看俩人是没问题的啊。就跟看老子裤衩里那俩蛋儿似的，你想串供的，你想自杀的，你想跑的，那是不可能。你除非把老子摁在地上敲了。这，你可拉倒吧，想敲的人太多了。你看，就在这里边蹲那些女的，哪个都想敲。你们在外面成天的搂啊，看谁不顺眼就说人家是反满抗日的这个嫌疑犯，趁机敲人家竹杠。那我呢？我成天和这些喊冤的叫屈的打交道，我能捞着啥好啊？不就占这点小便宜吗？这还是小便宜呢？啊？哎呀！你是终身不娶，夜夜不空啊！哎，这还叫小便宜？咱俩换！来来来，行，有没点正事儿了？明天还得来审他俩呢。那该走吧。往你招哪门子急眼？哎呀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徐院长，我们派去监视景田纯子的人被不明身份的人给打死了。不明身份是景田队长的杰作吧？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景田一郎干的。有证据有什么用？他会有100条理由在等着我，但是这恰好证明景田纯子是有大问题的。我们监视他是对的，所以继续秘密监视吧。秦文长，如果要继续秘密监视景田纯子，那么景田一郎会不会继续打黑枪呢？有可能。开始我认为他不会，可现在他疯了。一旦我们查出景田纯子的线索的话，景田一郎这个混蛋的麻烦就大了。所以他要给我们一点警告。秦院长，既然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警告我们了，我觉着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回头梁子，监视景田纯子是在民宅里出现什么问题并不要紧，但是监听宪兵队事情可就大了，如果出了问题会掉脑袋的，你要格外小心。请季馆长放心，我会倍加小心的。他脸色不好，高科长把他送回家，让他休息。一直送上床。哼，行吧。再快点！小姐，这不够快吗？再快点！好嘞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高科长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往后出门你要多加小心，否则你出了什么意外，就无人能为我遮风挡雨了。打黑枪的人在暗处，再怎么小心也没有用。男人怜香惜玉不是坏事。高科长，你陪我去马蒂尔旅馆好吗？今晚我不想回去了。梁子，我记得我告诉过你，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遵守职业的约束，纪律面前
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。高科长，你说的是心里话吗？嗯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一个胆小鬼的心里话。你还把我当成了背后的那双眼睛，时时刻刻的在提防着你。梁子，我对机关长忠心耿耿，但是他对我的疑心还是那么重，我发发牢骚也是一种自我表白啊，你何必往心里去呢？千万别多想啊。你觉得我是个坏女人吗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上学时那名女学生，只是比那时候成熟了一点。上车吧。江斌，老梁失踪了。老梁失踪了？我跟他约好了今天见面，商量索菲亚教堂行动的事情，可是过了约定的时间，他还是没有来。老梁会不会被什么车给缠住了？不可能，我估计是来的路上被人给抓走了。你能找一下他的下落吗？哎呀，今天抓的人很多，而且关在不同的地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觉得我能够查出来老梁下落。但现在的关键是他有没有暴露啊？我估计暴露的可能性不大，你必须找到他，明天的行动不能没有他。亚茹，你放心，你别着急，只要老梁没有暴露，我有把握能把他给救出来。好，你如果有消息了，去市立医院找我啊。好。哎，什么？谁同意你又回市立医院了？我自己同意的。你这是违反纪律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去医院，孙博文怎么找到组织？如果孙博文是叛徒呢？江斌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不许这么想。比你了解他，我先走了。转转转，就知道转，拉莫呢？把嘴给我闭上！我这不是想办法吗？哎呀，全哈尔滨的号都被我揍得跟头把式的跑到松花江北岸去了。这孙博文怎么连个影都没有呢？他成耗子精了。依我看呀，这个孙博文根本就没进城，他早一杆子撂到山里了。他傻呀，进城等你抓他。没进城，不可能。他的事儿还没做完，他不会回到山里去，他肯定进城。进城你怎么搜不到他呀？哈尔滨这么大，藏几个人还不容易吗？刚才可有人说，连耗子都给送到江北去了。你别烦我了，好不好啊，小桃儿？我要是不亲手抓住孙博文，把他给毙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哟。什么麻烦了？哎呦，江老弟，贵哥，贵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内人，你嫂子。嫂子好。这是新兵队的江先生。嗯，江先生好。您、哎，我刚听说什么麻烦了？啊，你嫂子，你嫂子。嫂子麻烦了？哎，谁呀、啊？胆大包天，有需要兄弟帮忙的吗？哎。兄弟，你嫂子这块地呀、啊，正好，一种就有，这不，又怀上了。我让他去打胎啊，他死活不干。哎，你说啊，我也不是没有人养老送终，这大的小的，小的闺女一大帮，将来他们分财产的时候分不均，你信不信啊？他们非得把我裤衩子都给撕了，也得给分了。可是你嫂子呢，她非得要生，你说这是不是麻烦大了？你个老东西，你当着江先生面，你怎么什么都说啊？你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看你把嫂子气坏了都。快走走走走，啊，吃一，啊，辛苦。哎哎，对，就这意思。
跟你说啊，我呀马上就要发大财了。等我发了大财，我就带你到哈尔滨满大街逛啊！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好吧？准保把你的肚子呀都吃撑翻翻喽。我是黄财啊，就凭你这名字，天天有人喊你黄财，你能发什么财呀？谁信呢？什么意思？小瞧我是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长本事了，这肚子里面全是秘密，连桥本少佐都得高看我一眼。那买秘密的钱呢？激我是吗？啊！别着急呀，来，来，哎呦，比上次还……黄财，哎，高科长，不是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哎，快坐快坐快坐！不用了，找着拍钱拿我的人了？我正在找啊，我一找到，第一个通知你。哎，高科长，别着急走啊！高科长，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小红，小红，这是我大哥高科长啊，照顾好了。去，高科长，就您一人来的呀？松哥，高科长，我陪陪你呗啊！江老弟，你让我抓那两个人，我可是抓到了。还有事吗？今天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怎么，抓错人了？人没抓错，不过要放人。又抓又放的，你以为我警察厅？是抓猪崽子的猪圈呢。我这是受人之托，抓那两个人主要目的就是吓唬吓唬他们。现在他们家属同意还债了，再不换人，说不过去啊。闹了半天，我是在帮你要债。说吧，什么时候放人？后天上午。后天上午，我准时来你这接人。后天上午，妈了个巴的，你就不能多关他几年？哎，就是多关几天，兄弟你不是也可以多捞两个吗？啊，郎厅长，你当我江边什么人？趁火打劫的？哦，你的事儿啊，我不管。不过，兄弟你耳目众多，手眼通天，有了孙伯伯的消息，一定要先告诉我。大哥。在松浦洋行抓孙博文，是不是我给你提供的情报？是，这种事儿还用你嘱咐吗？我第一个通知人就是你。哎，那倒是，这么多年啊，在哈尔滨我数来数去，从道外到道里，从厢房到南岗，就属兄弟你够交情。哎，兄弟，我给你看个洋物件。这可是你嫂子给我买的，真漂亮。喜欢吗？凭咱俩的交情，送给你了。我笑纳了。拿着。报告。进来。队长。办好了。都办好了。毫无破绽。和梁万堂一起被抓的是什么人？那个人姓朴，估计是个交通员。抓他们以后你审了没有？为了防止露出破绽，我吩咐他们不要深问，做做表面文章而已。你想得比较周到，这很好。队长，我们暂时把梁万堂押起来，肯定能逼出共党的最高负责人宋华江。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？松花江会不会露面？苏联特工会不会到索菲亚教堂广场去接头？孙博文又会是什么下场？一切都是未知数。你想进入共党的核心组织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江先生，要沉住气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行事。梁万堂突然被抓，林雅茹没有找你吗？找了。
不过我已经应付过去了。等后天把梁万堂放出来，林雅茹就更加信任我了。只不过，她现在还对孙博文抱有幻想，又回到了市立医院。林雅茹又回到了市立医院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。这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队长，你不会不要抓林雅茹吧？江先生，你不用担心。孙博文不是一直要通过林雅茹找到共党组织吗？现在林雅茹回到了市立医院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。队长，孙博文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关系了，他只能通过林雅茹才能找到组织。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在市立医院安排狙击手？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好，在市立医院安排狙击手，再加上索菲亚教堂广场的布置，我相信孙博文活不到明天晚上，只是死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了。队长，您的缜密安排一定会是双保险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得出去。你不能出去。我必须出去。外面很危险，很多事情我跟你说不清楚。但有一点我能说清楚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人在抓你。谢你吧。你就不怕我打电话给宪兵队吗？那是你的事情。博文，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？现在对面楼上的望远镜就在对着你，你怎么出去？这样吧，如果你真想出去，就必须等我回来。为什么？我去找我哥哥，他答应给我一张特别通行证，没有这张证件，你哪里也去不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亲自跑来了？不是事先要打电话的吗？心里一直在打鼓。打鼓？怎么了？老梁和老朴都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整个哈尔滨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就是找不到他们俩。亚茹，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想，这次你必须听我的，这里都很危险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？是，你别瞎操心了。瞎操心，雅茹，景田那边我能对付，可你别忘了史村人跟踪过你，你应该有警惕性的，否则出危险怎么办？我走了，孙博文怎么办？孙博文，孙博文，又是孙博文，我也不想怀疑孙博文有问题啊。可是现在事情很清楚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？我怎么相信你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就是死我也不会相信孙博有问题。你赶紧走吧。我不走，除非你跟我一起走。我不走。我要是你，就去找老狼和老飘。
这个史书呢，不能让史村得到，也不能让宪兵队抓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明白个什么？孙博文这个家伙最善于伪装，你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抓他呀，要多动脑子啊！抓他不是抓小偷。厅长有何高见呢？这个孙博文呢，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吧？是吧？我寻思来寻思去，一定藏在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不然早就抓到了吧？呀，厅长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孙博文被景田纯子给藏起来了？哎呀，你小子还挺聪明，监视景田纯子，你们俩都不能露面，要让南岗警察处的人去干。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明白。厅长的意思是防景田队长吧？既然明白我在防景田队长，利害关系我就不说了啊，千万不能出事儿。要是出了事儿啊，在我脑袋没掉之前，你们俩早就在什么地方凉快了。高科长，这是监听宪兵队的通话记录。连宪兵队都知道苏联特工要在索菲亚教堂广场接头的情报了。你再往下看。林雅茹，市立医院。景天大佐不仅掌握了苏联特工要和共产党接头的情报，而且还在市立医院部署了许多便衣，他在监视林雅茹。高科长，你对此有什么高见？高科长，高见谈不上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宪兵队秘密侦察室里院是针对孙博文去的，那么等于说林雅茹也是共产党，他们要在那儿接头。高科长不愧是谍报专家，分析起来头头是道。但是梁子，我一直有一个疑点，那个寻物启事我们一直没有破译，景田大佐的那份情报从何而来？寻物启事是我破译的。你破译的？高科长，如果换一个话题，我倒有一个待解之谜。梁子，你从来说话都不绕弯子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绕弯子，满洲之狐没有查出来，现在又发现了内鬼。高科长，你在刚才的分析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内鬼是谁？你不是一直认为宪兵队的情报是来自内鬼吗？认为归认为，但是要认定是内鬼干的，现在还为时尚早。和高科长谈话真是一种享受。什么享受？我感到了做女人的优越感，甚至有一种被宠的感觉，但和桥本在一起我找不到这种感觉。梁子，你千万不能这样说，如果要让桥本少佐听见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你这是在给我添麻烦。高科长，只要你高兴，至于桥本少佐，我才不管他怎么想。梁子小姐，这份监听记录机关长看过吗？石村机关长还不知道。参谋本部来了一位特派员，他陪金田部长到机场接人去了。桥本君。哎，乔本君，高科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对你讲，请梁子小姐回禀。
我为什么要回避？你没有资格问。如果你非要知道为什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当一个婊子和一个男人上床的时候，再放荡的女人也不希望旁边有人欣赏。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来呀，你打死我，打死我。梁子小姐，把你的枪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，息怒。在层层迷雾中，是花飞花。你眼中闪烁的是爱是怕，风捎来一句话是真是假，说不清辨不明是心里的话。爱情的世界里有什么真假，原谅我竟这样的深爱着他，为那爱为死爱我悲痛交杂，爱上千瞬息万变。